昨天整个晚上哦，电话一直到刚刚啦，不得安宁啊。哇，整个电话现在砰砰叫，结果过来。过来了，过来了，我。对啊。我，杨秀慧突然宣布。小白云六岁，五岁而已，六岁六零哪嘞？哦啦，六那一道六六大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明明就小五岁，干嘛一直说小六岁？你是在什么小朋友啊？你，我塞哦！昨晚抱到现在，我规暝无法度困啊，电话甲拄啊一直亮，我拢唔敢接，我拢唔敢接。你当作你娘娘，我讲娘家我内底震动诶，已经歹去啊！你听好无？小气。你话可以电话啦，我讲，昨天到现在，我要宣布是说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喝酒了啦！哎呦，我怎敢小气讲？你卖冲动，卖乌白破啦，要用阿伯啦，我破你看啦，破一个，我真正都唔敢看。我知我咧。我招谁惹谁啊我呢？哎，你搞得我越活越回去了，干什么呢？喂，先尊重一下，尊重一张卫生纸好不好？个人，啊，大家会拍手好大。我要去哪个？哎，背成鬼人了啦，靠腰了。哦，你要么给砸掉你，要么呢？混乱北海岸。我是魂断国境之南，国境之南哦，还是哦。我们经过一晚的深思熟虑，还是我们是觉得连朋友都不要珍惜。哇，我们是退回陌生人比较好。而且国境之南这边现在，它有一种魔力的。哎，拍照要昨晚都没有睡觉，我也睡不着啊，因为我很后悔啊。嗯，昨天啊，他一泼上去之后，我让他出事啊，因这样子水泼到地歹收的，我透水人手机也歹收的，飞机烧烫烫，我也莫阁问啊，无代志。手机也响不停。哎，海边里啊，咱总经理来跳海好不好？为了不要污染这一片美丽的沙滩，我们跑远一点再跳。你是跳了以为不帅啊？这人属于吼，太胖了。哇，拜拜。有咱认真讲啊，认真真的是有素味啊，真的有啊。人拉屎就算了，你真正迄条屎搁摕来搁卡了搁啉了。你要讲这么难听？我讲，你讲啥？什么鬼？什么？我食什么？食你一块鸡？什么？食你一块鸡？你过你规家伙啦！